推到底，死推到底，推到底以后，我就至于这个按一下，就好了，就他们下去。好了，这个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再看一下，打开看。看一下，有瓶子全部在里面了，是吧？十毫升的。好，放放。刚才这里从启动啊，都开到自动了啊。你看，再推进去，第二盘进去，进去以后，到底一定要推到底啊！不要推到了，这里要卡掉了要。推进去以后，在这里按一下，它又开始做了。前面三盘就是它只要升降上来就可以放，可以按是吧？它行，按好了。现在已经按自动了，没用的呀，你一样的是吧？啊，好，推进去。然后自动按一下啊。拿过去了吗？气没开啊？开的。气有开。当心。然后这个时候，你那个盘油了？周转盘油了。周转盘，你有没有？到了这个以后，这个盘拿掉，把周转盘扣上去，翻个身，懂我意思吧？周转盘没有。要
这么忙啊？那有个人在那看着的。嗯。这个盘子你看到，必须它在动的时候才能拿掉啊，不动的时候不要拿掉。嗯。这个那个盘子。动的时候。啊，等它动了，动了以后再拿出去。听我的。现在可以啊，这个拉，它一动你就要拉掉，否则万一进来的时候呢，上来的时候要顶住，懂我意思吧？嗯。这个还就是熟练。那周总呢？你没给他？有的有。他这个，假如说这个可以修改。知道吧？修改到一次，那么一次呢，就是咱们那个时间短了，就是触屏啊，它只动了两下，你咱们现在你看到吧？一次就动一下，动两下，它是一次气冲，一次水冲，再一次气冲，哦，就结束了，懂我意思吧？那么这个呢，设两次，我们呢一般的常用都是两次，那么就两次气冲。有两次水冲，有四次气冲，就是上来先气冲，然后再水冲，再气冲，再水冲，再下来再一次气冲，然后回上来再一次气冲，就是把水要吹干净。一般的是正常的多几次这个。两次。假如说他就是怕洗得不干净，假如有的瓶很脏，对吧？洗不干净，那么这个可以设到三次。设到三次的时候，你必须这个是300，啊，这个是300，那么这个就变成400了，懂我意思了吗？400。哎，就是他和他对时间哦。时间，我本来想，因为他这个你也知道，这 PUC 里面他那个计时，就是他是以百来计算的，不像我们一秒、两秒这样子。那么它就是100，其实是100，就是等于是一秒多一点，可能就是，反正它这个计算我也搞不清楚，后来把单位去掉了，就是，所以我在这里反正300、400，就是它和它要对应，就是400秒，那就300秒是吧？啊，其实这个可能是分秒，就是300个分秒，可能是。那只有30秒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抄袭呢，怎么要大于，因为你把它抄干净嘛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在国内一般的都是这个两次呢，你要是300、400也不要紧的。嗯，好，懂我意思吧？你等我，要不拍一下照片，把那个仓数记下来。但是你要是产量要提高产量，你必须这里就200了，就是，啊。好。产量以它为来定的，就是。然后再切换到自动方面。